越南的夜市有多好吃？一个视频告诉你。Q 弹紧实的泰式肉串，烤七色竹筒饭，油炸地瓜丸，泰式烤大墨鱼，撒满花生碎的毛鸡蛋，越南特色烤海胆，能完美拿捏狗子的甜糯糯去骨烤鸡爪，越南水果茶，神奇果凤爪，芝士鸡肉串，五个鹌鹑蛋的海鲜意式软丸。四是龙虾西施的三味龙虾，一虾两吃14万。粤式卤牛杂，再四是龙虾西施的芝士肉饼，被老板娘榨干了的青柠甘蔗汁，不知名又松卷，365度烤出所有部位。肥肠星人来报道：喷枪烤的超大章鱼须，现做的椰子冰激凌，是你不敢吃的腐寿螺，甜入你心扉的椰丝卷，是你在找的冰镇阔乐吗？最佳推荐小哥的越南古巴炒鱿鱼秀，各种粤式小海鲜小炒，越南老大爷的海鲜粉，想知道地址吗？胡市记鲜花市场。